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我是 Kelly。根据一项非正式但却惊人的统计，关于这个婚姻的调查呢，3/8/13这怎么讲呢？三秒钟就会有人爱上对方，然后呢，8分钟呢就会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13个小时就决定要走入结婚礼堂，你看快不快？我是闪婚族的，闪婚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哇，真的很快，13个小时就决定要，我觉得不太可思议耶。对我们来说啦，因为我们都是想很久。但是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调查，闪婚的5大原因包括了什么呢？感觉对了，年纪大了，还有就是父母急了，孩子到了，再来就是亲人可能生病了，是5大原因造成闪婚。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了解是，闪婚不见得不好，可是它却有没有可能对婚姻的相处上面造成一些影响而需要注意的呢？相信今天这个话题应该是会有非常多人关心的。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很特别是邀请到的两对闪婚族的代表，先来欢迎这两对闪婚夫妻，欢迎他们。欢迎。毕伟忠、叶小曼，认识2周决定结婚，离婚后再婚。婚龄14年，吴慕学、柴怡安，认识2天决定结婚，10天后成为夫妻，婚龄7年。好，接下来在今天节目现场呢，当然也要来邀请到是我们家庭婚姻的2位辅导专家，是分别是我们的颜玲珍、林珍姐以及曾阳晴、阳晴哥，欢迎他们，欢迎2位专家。是，今天聊闪婚，那我们就立刻快闪来看看《幸福日报》，请看。闪婚指的是那些恋爱不久，甚至根本连认识都谈不上，就如闪电般快速结婚的。坦白说，现在不婚的人很多，但闪婚的实在有限啦。不过有限不是没有，只是连对方是方是圆还搞不清楚就结婚，风险当然很大，随之闪离的也就不少。照这个定律，闪婚的结果能找到幸福吗？或是就算恋爱时间够长，婚姻还是会出状况，所以问题不在闪不闪，那是什么呢？闪婚能幸福吗？这个问题一定很多人想知道呢。好，两对闪婚夫妻啊，先告诉我们一下，你们到底是多么的闪电迅速的决定要结婚的？刚刚我们讲说是13个小时嘛，有人，你们大概是多久就决定我要跟你走一辈子？请用数字写下来，认识多久，然后呢，决定结婚，是大概经过多长的时间？然后怎么认识的？我们先看第一对闪婚夫妻，小 B 跟小曼哈。两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完全。对，但如果不一样就有点怪了，突然，对不对？这两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嘛？2周就决定要结婚。对。从认识到决定结婚其实是2周的时间，对不对？很短呢。同事介绍，你们连字迹都好像。对啊，好像同一个人写的。那为什么会这么 的短时间就决定要就是他了呢？就认定是他了呢？小曼先讲。因为我觉得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的父亲截然不同。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要逃离我的原生家庭，所以呢，我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棒？对，然后就那一念之间就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对象。最棒的地方在哪里？他就是他不太爱讲话不像我爸爸回来都是骂人这样。对，然后他也长得很帅啊，只是他现在胖了一点点这样。他有在暗示你哦。是。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很斯文啊，然后他就是。都会听我讲话。你是在找一个你父亲没有的这些缺点的，对不对？一个男人。那小 B 呢？小 B 为什么突然就觉得他就是你今生的新娘呢？因为在认识小曼之前，我大概4-5年都没有交过女朋友。所以交了一个女朋友，跟她求婚，她答应了，那不娶，似乎也不说不过。那个你是一个男人，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也许我也需要，人生也要需要一个伴侣。那当然，我们在结婚，就决定结婚之后，还是有花了大概3-4个月去筹备婚礼，一些事情，对，所以就是
在彼此的认识当中，其实多去了解，就是，应该是反那段就是在蜜月期里面，所以也没有，就是沉溺在那个要结婚的过程当中。嗯，对，那我觉得他真的是，我没有找到那么好的一个。嗯，可是你刚刚没有，还是没回答何荣问的问题，为什么是两周就决定？其实最主要是年纪到了。哦，是吗？然后他爸爸年纪也大了。啊，是爸爸。我父亲跟我差40岁。哦。对对对，那我29岁结婚的时候，那你快70。想要给就是爸爸，有就是让爸爸有一个可能早点抱孙子啊，让不要去担心我，因为我说我4-5年前就是认识小曼之前，我4-5年都没有交女朋友，对，他甚至一度怀疑我的性向问题。那穆学、以安你们2天啊，网路认识，认识到决定结婚是2天。对，哇塞，太太先讲一下，才2天，你不觉得太快了吗？可是我们这2天都很密集的在聊天，然后 聊什么？聊对方的原生家庭，聊他赚多少钱，聊他怎么存钱，他的这么深入哦，聊他有没有交过女朋友，为什么分手，现在是不是还是朋友？嗯，是用网络聊还是现场见面？现场见面聊。哦，一开始是在网络上认识。然后后来有聊，就是约出来见面，然后开始聊，对，那就也聊到未来了，嗯，所以才会聊到说，那我们就结婚了，对，对，谁先提出来的？我，你呀、啊，你先提出说就结婚吧，为什么？你为什么在当下会突然想要丢那个问题出来？因为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去美国出差3个月，嗯，哇，我想说，那我来挑战你看看好，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如果他把我丢包怎么办？所以你当初那句话只是开玩笑的吧？怎么猜这么好啊？就是刚认识就可以带西半去出差。我觉得也不算开玩笑，而是想要试探他是不是认真。啊，所以他就说 OK。他就说好啊，我想说那你好我也好啊。不学那时候他在问你说要不要结婚的时候，你有迟疑一下吗？有啊，我大概迟疑了，可能半小时吧。啊，你想了半小时然后再回答他吗？进入没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可是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在 email 上面讨论的。哦，对，所以我有时间可以犹豫一下。然后我心里就会想说，其实我是蛮震惊的，蛮 shock， 就是真的吗？可是我就仔细想想，因为他就是我他的特点就是说他很知道他自己要什么，然后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啊，在当下的时候，其实我对于人生还蛮迷惘的。然后虽然我知道我遇到他我很喜欢他，然后而且我们其实当时见面的时候啊，他其实一开始问我说你有结婚的打算吗？他劈头就问我啦，对啊，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彼此是想要结婚的，只是我没有那么快想到。你那时候就很想结婚了吗？觉得好像也差不多年纪到了吧。你是因为个人觉得年纪到了应该结婚了。嗯，那你在追求，不就是说你择偶的对象是以像刚刚小曼讲说他是用他父亲当做一个比较的对象，你呢？我觉得可能也有一点就是以父亲，可是跟小曼不同的是他跟我爸爸很像。符合你爸爸那样的形象。对，就很像我爸爸的感觉。你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爸爸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你才认识他2天，你觉得他老实在哪里？我觉得跟这个人讲话，他的眼神是很真诚的，而且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我有要求他说我要看他最亲密的朋友。是谁？他的室友，还有他的大学同学。我的好朋友都跟我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在我见他的朋友的时候，他也在场，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他跟我在一起跟他跟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才觉得这样是 OK 的。那你不会担心说你们这个吃完饭说哎对对感觉500对啊，哎呀，这你刚刚真是啊，真是太谢谢你了。我能结婚都是靠你了。对的，这个朋友一定要力挺，一定要力挺，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他好朋友一定会帮他好朋友讲话的啊，可是你
会不会有一种是因为你的直觉，你觉得这真是好男人？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啊，直觉也是。所以对于这个木学来说，以安也是你梦寐以求的那个结婚的对象。我觉得他的特质上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希望有一个女，就是我当然是很希望有一个女生很爱我了。可是他就是很明确的就让我知道说，对你就是我想要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怎么会有一个女生，其实她还不那么认识不久，可是呢，她却很笃定的告诉我，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好，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对照组。嗯，是。那小曼这一组是因为她不想找到跟她爸爸一样的，就发现一个完全跟她爸爸不一样的这个对象的时候，她就觉得这就是我要的。嗯，所以我要问是说，我们通常看闪婚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真的家庭因素有这么重要吗？两位不幸福的家庭哈，可能会对于这个自己本身，我不知道当时小曼是不是已经非常独立了？对。已经非常独立了，是吧？但是他内心深处可能还是要有个自己的家庭，就是有自己的一个真正的可以经营情感这样子。因为我也认识有一位女士也是这样，就她自己的家里面她一直很不快乐，她就认为我有一段我自己的家庭，我可以脱离这个不快乐的环境，我就可以幸福快乐啊。这个男人只要爱我就 OK 了。我如果以我的思考，我就认为说浪漫感情。感觉到了那种浪漫，是啊，可能对于我们现代人或者是看偶像剧看多的人啊，可能那个影响因素会蛮大的。不过这两位看起来不是这种的，对，但反而这两个非常不浪漫，非常实际，纯粹那种我就是要这样子，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我要把握，立刻啊，刚好又要出国，我想说开玩笑。不跟老娘结婚，想要给我骗出去三个月，啊，那么便宜的事情，他可能就跟他直接就提了，结果没想到。两个人，我想也因为是个性，木学的个性其实是一个很温和的人。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过程好像那个猎才，整个求职过程 interview 完之后，你觉得要不要跟我出国？好，可以，我们就结婚吧。可以，然后一拍即合，两个就差就是合约嘛。对啊，只是结婚证书就是合约类似嘛。林姐你怎么看？原生家庭这真的影响很大吗？其实他们这两个，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女士哈，他们都有同样讲到，就是说不然就是跟原生家庭是完全。copy 爸爸的模式，要不然就是跟爸爸很不一样。其实我们在婚姻选择的对象里面就是这两种形态啦，大部分都这样。那只是说我觉得可能像宜安他可能家里就是说爸爸妈妈的婚姻还不错，所以宜安是做过功课的。我刚刚这样听起来哈，宜安是他两天内他问到的都是我们专业的婚前辅导的题目。对对对，还会找到亲近的朋友来问，是，然后问他的原生家庭，问他怎么处理经济什么的哈，这个人的背景身家调查他都一样是自己做功课，然后他自己也给自己做了很好的婚前辅导。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不鼓励啦，因为我想宜安是比较特殊的啦个案哈。那因为他有这样的问到对的问题，还有他很专心很认真的去看他的婚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闪失比较小一点。可是像小曼的话，他是为了逃离就有危险了。好，那当然小曼是年纪也大了一点，譬如说28岁是不是那时候结婚嘛哈。那可是我看过像18、19岁哈那种终于我可以脱离父母，然后我可以去公证结婚的那种的年轻的小孩，他真的是原生家庭有问题，原生家庭非常的就是打打杀杀的问题，所以他们这样的闪婚呢其实很快就闪离了，就比较有问题。对对对，或者说风险。我刚刚那个例子，20岁结婚，22岁就离婚。就是非常好。所以我问一下两对夫妻快问快答，用圈叉牌表示。这个问题是，你们在结婚之后，闪婚以后，发现果然这个婚后的日子就如同王子公主般的浪漫，请举圈；如果不是，反而截然不同的，让你很下课的，就请举叉。好，圈或叉3秒钟，请考虑。请举牌。江江，四位都是叉，但是为什么？婚姻当中到底有哪些难题？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OK。好，理想跟现实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来，木学、宜安。婚后你们才发现，原来婚姻跟你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觉得男生吧，就是生活上就是很粗心啊。像因为我们家像水龙头，那个莲蓬头啊，它是需要切换的。是。所以如果没有切换哈，有的时候你
有人要洗，下一个要洗手，有可能会喷到哦，花洒就洒手下来，对不对？对，然后我就是那个忘记会切换的人、欸。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我可以证明这跟闪婚无关，但是久了一样花洒会洒下来，这个就是跟习惯有关的。对，然后他就觉得很不能接受，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不细心，然后都没有考虑到他的需要，所以两个就会因为这样吵架。对，还有吗？他觉得那个垃圾袋一定要很节省的用。就是一个垃圾袋一定要塞到完全不行了，快到爆出来的。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觉得满了就可以了，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浪费，一定要塞到不行才可以啊，要救地球。所以你常常也被念。对，就是生活习惯上面、哦、小事情上、那以安呢？我觉得连碰头这件事情真的闹蛮久，闹很久，然后我觉得原生家庭影响蛮大。对，像我是军人世家，所以我做事情是很严谨，然后他是属于比较艺术家家庭的，所以就他做事情就是很自由派的，现在想要什么做什么，然后等一下想要什么做什么。军人世家，早上起来不是你怎么没有折一个豆干？会要求床铺也要弄得很整齐吗？是不至于，可是我睡觉的时候都会睡一睡，然后醒来看一下他那个棉被是不是有盖正。好有压力哦！你有这样好困难，就会说，棉被又歪了，然后就把它矫正。哇！呀，所以依安那个时候交往的时候，两天内都问了关键性的问题，显然生活习惯是没有办法在两天内就知道的， yeah. 对不对？对，小曼，你们呢？我觉得我们两个最大的差异就是，我半夜都要跟他，就是讨论一件事情，我如果没有把它讨论出来，我是没有办法让他睡觉的。然后他呢，就是不沟通。对，他逃避我最大的方式就是睡觉。那刚那时候闪婚不就因为他不讲话？对，就是我有时候问他一个问题，像你爸这样子啊。对啊，我有时候问一个问题啊，大概三天都不会有答案。那第一二三已经累积三天了，又有第四天的问题，然后他突然回答我第一天的问题，我已经觉得那不是问题了，又有第四天的问题，有效期过了。对，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啊，不好意思。其实三天不算长哦，我有等三年的。没什么难。他是都不讲话哎，所以你就很讨厌这样的方式。对呀、啊，因为我们在家都是就是会那个口舌战啊，然后就你们会热吵吗？属于热吵型的吗？吵架起来、啊，我跟他吵架是吵不起来。小兵看起来是很稳重的，比较温和一点。因为我们家没有，从来不吵架。对，我父亲也是职业军人，可是他有他的管，就是教养孩子的方式。对，然后跟他们家，我们是就是你有什么需求，你可以跟家人讲。对，那他如果可以做，就是会做；那如果不行，那你可能自己要想办法。那所以我们的沟通就会变得比较平稳一点。对啊，在他们家，因为客家人的关系，我第一次去他们家，我觉得有一点惊讶。婚后第一次去的，对对对，为什么讲话都这么大声？哦，震撼教育。对对对。然后到了他们家，因为都是客家人，所以他们就用客家话在对谈。对，所以我好像每次去，他们就回娘家吃饭，好像出国一样。就听不太懂。对，那就只好乖乖的吃饭。你也觉得沟通是你们两个之间最大的问题吗？对，因为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用争吵或争执的方式来谈，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没有带出任何的帮助。对，只是让在那个怒气当中去把一些的情绪做些发泄。那他不跟你争吵的时候，好好问的时候，你会答吗？会，对，但是看时间。啊，什么意思？就是他常常就是在晚上我要休息的时候，对，有一件事，然后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然后一次两次可能好，那就讲。后来几次之后，我就会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始紧张。有一件事要跟你讲，讲完他没事，他睡着了，对，我还在想，大概两三个小时我才能去消化。哦。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积久了就变成你们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对啊，因为我就是觉得我要有个答案我才可以，不然明天又有新的问题呢。这都是婚前没有沟通嘛，婚前也都没有聊到这些。没，可是你们婚前不是沟通得很好吗？就是不管是你们也见过面吗？认识两个礼拜又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才很热恋啊。
都看到他的优点，缺点都变优点。因为婚前他一直跟你沟通这样子。不会沟通啊，就觉得哦，他上厕所不关门也是美好的。婚前没有讨论那么多事情。那只是在准备哦，婚礼要怎么进行，然后要怎么做，就是 focus 在这个地方。对，那结婚真实到两个在一起生活之后，才有很多的问题出来。因为相处上面真的是哇，那个美嘎太多了。可是我们要讲的是说，其实，因为闪婚，所以你看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有聊到的。那也就是说，婚后发生问题的风险。真的是比较高哦，你认为你做？我觉得应该会哈，照理说啦哈，照理说，可是，我刚刚就在想你们这两对的闪婚，跟我们一般我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其实都规定说你们交往半年以后再来做辅导，因为那前面三个月真的都是蜜月期，也都是甜甜蜜蜜，很少去会谈到争执的事情，后面可能就会出现你的本相了哈。那可是我们今天来的这两对比较特殊啦，你那姐意思说前三个月都是假象，后三个月本相，会把美好的部分尽力表现出来。是，就很像我觉得就很像一个 baby， 就是结婚哈，就很像 baby 的新生儿。然后 baby 出生以后，我们就会打预防针嘛。我觉得婚前的辅导好像就在做那个预防针的那个治疗。可是你们是没有打预防针，就直接就生出来了哈，就是生出来以后就直接就是面对很多的病毒啦、细菌那些哈。那有的人好的话，他身体体质好，体质好的时候，他可能就对应的可以就是说不会长那些长那些病，不会生那个病。可是如果体质不好的人呢，他一切的病都出来了，所以他没有按着时候来打预防针的时候，其实就会有那个风险。那这样子说来，林真，你觉得大概认识到决定结婚至少要多少时间才够啊？现在一个两周，一个两天。我们一般在婚前教育辅导的课程里面，我们是建议一年啦。哦，至少对一年，一年经过为什么？就是春夏秋冬，好，所以春夏秋冬我们就有一个开玩笑，就是说你至少要等到他报税完，你知道他真正有没有这个收入。哦，原来是这个。请问要扣掉那个恋爱期？说起来蛮有理。热恋期三个月，就是 total 差不多一年。total 一年，对对对。而且其实如果一年四季，还可以看到他冬秋冬的时候那个心情的那个。搞不好因为他的心情会受到季节的变化而影响。会有啊，那还真的会有些忧郁。因为夏天的时候他应该很开心，秋冬之际的时候他就会病发。这是真的。好，那我是这样子认为，就是说其实无论有没有做婚前辅导，其实呢病都会发，只是病发的时候你有没有心理准备，你知道说婚前辅导老师曾经说过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做，那个时候你会有心理准备，就不会那么 shock， 就比较不会说哇，连挤牙膏我们都可能会离婚，我们就知道说是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好好的沟通，或者是怎么样。那我是认为说，其实结婚两个人不管是快慢结婚，其实都有一个愿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婚姻是越来越甜蜜，越来越好，我们老了可以两个人手牵手可以去散步，我们其实是有这个样子的愿景。所以其实病发并没有关系，病发只是认为我们两个这样子的互动会有问题，但是并不是说我这个人就有问题，我当然我这个人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病发其实我觉得很棒的是，刚好你可以来看我们在这个节骨眼我们怎么让关系变得更好，所以沟通就很重要。真的沟通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找出一个我们找出一个结果 solution 出来了。对 ，solution 出来了。有些时候是可能是我们的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刚刚等一下还应该还会再谈到，可能我们的原生家庭那怎么办？有些事情是你会一直在相同的问题上面没有办法走出来。可能有些人不是跟伟忠一样，因为我们家是军人世家，我们家都是很稳重的，把话讲清楚。有些是因为他害怕沟通啊。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就因为以前可能在原生家庭里面不断的冲突，不断的冲突，这种冲突会让一个个性可能比较温和的人，他感受到很大的痛苦。所以一旦如果说这个小曼问的稍微急一点，他就开始那个不好的记忆就出来了，不好的记忆就出来了，所以他到最后他就一直不跟你沟通。我刚刚就突然一个画面，就是有点像是新兵入伍第一天，明天就说你去战场，然后他就去打仗了。然后他连枪都不会使用，然后他就马上要去打仗。但是你不用怕，他在家里面已经看过很多战争电影。这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嘛？是，对不对？因为婚姻的现实跟这个我们所想象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生活嘛。所以小曼跟小碧，你们后来你们的婚姻是维持了七年，对不对？我印象是七年，结果你们就离婚。对，你们后来又再婚。对，但是在离婚那个当下，
你决定要离婚的，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你闪婚的关系？你们两位觉得？我觉得就是生活习惯跟没有办法沟通，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嗯，对，那因为他是我觉得他有一些他的原生家庭，就是他只要过得去就好，生活过得去就好。嗯，那我是一个从小没有被满足的一个家庭的孩子，然后我就想要渴望做我的。那我其实很会赚钱，可是我赚的永远不够花。嗯，对，那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然后再加上无法沟通，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小孩，对小孩子的一些教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闪婚过后，我觉得没有像你所想的这么好的时候，你就想跟他离婚。那你想要跟他离婚的时候，又发现又有老二了。才会撑到七年，不然的话应该一年就离婚了。这个等一下我们继续慰问一下。目前你们这对夫妻，请问一下，你们两人或者说其中有一人，是不是有曾经也有过离婚的念头？有吗？吵架的时候当然会有几次有谈到这个话题啦。嗯哼，对，有讲到，有提过。是吵到什么事情不可开交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就是比较一板一眼的个性。对，我觉得这可真的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系，所以他比较不能够容许我犯错。就是不管是像那个连蓬桶的事件啊，或者是其他的事件，或者是我可能粗心大意，然后破坏了一整天这个浪漫的感觉，这个都可能是。然后他会暴怒吗？他就会不高兴啊，对，然后不高兴他就会开始，很有趣的就是他会有点就台语应该叫做牵拖啊，就是他会把很多。不相关的东西全部把他拉进来，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什么？其实他只是当下针对我那个行为，他不高兴。可是他表达情绪的方式，他不会只讨论这件事情，他可能会把以前或者是全部连在一起，对不对？对，就是很多事情他都全部连在一起，然后反而我就一头雾水，到底我是做错哪一件事情？是以前哪一件事情，还是现在这件事情？我会搞不清。所以新账旧账一起算就对了。以安，听说你们也曾经为了孩子的问题很紧张过。对，你们虽然闪婚，可是婚后好多年都没有孩子。嗯，一直希望有孩子嘛，对不对？对，我们是结婚到第三年之后才开始觉得我们应该要认真的为这件事情来做打算。嗯哼。所以开始在去看医生啊、吃药之类的这过程当中，我们的话题就是放在我们该如何有孩子这件事情上面。哦。所以就变成。很多事情太过现实，就一点都不浪漫。而且你好像甚至觉得老公不爱你了，就是会觉得很多事情，因为我觉得压力太大，这件事情压力太大，所以就变成很多事情小事就会把它放大，一点点缺点就会放大。像牧学刚说，我不容许他犯错。其实我就会跟他说，我事不过三哦，我只讲三遍。所以到第四次的时候，我说我讲几遍你说。这样子，然后就会放大、放大、放大这样子，对，然后就到最后就会觉得，你看你根本不在乎。可是我发现，其实他们聊的这个问题，其实就算是不是闪婚的夫妻也会有啊。没错。那到底闪婚跟没有闪婚，那不是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吗？其实所有的问题都会爆发出来。对啊。就是因为夫妻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 yeah. 所以我们两个卡这么紧，所有东西全部会冒出来，但是。我要说，如果你有信仰，你就会从信仰来看我们两个的关系。神借着我们的信仰，要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因为婚姻关系也是上帝所祝福的，也是上帝要我们有婚姻有这样子的家庭婚姻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原来他这么严格。是不是？你就会想说，他不断的上帝派了这个人来。对不对？来到我的生命当中，他一定有美好的旨意啊！他到底要我在这些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他要告诉我什么东西？可能上帝是借着他，可是上帝也借着他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就是你不必这么严格，对不对？你应该对人有更大的包容。可能上帝要你学的是这个东西。是，重点不是我们去纠正对方说你不能再犯错了，事不过三，好可怕、哦！如果我是跟你，我一个立刻站好，我说我自己去罚站。重点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上帝把你的先生放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他不断的做一些让你无法这个容忍的事情，你甚至觉得他不尊重你，或者是他不重视你，可能他不是哦，是，其实他可能真的很爱你，
他只是按着他的本相来爱你，只是你不能忍受。不过像杨吉哥你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因为还好你们有信仰当作你支持的力量，对，一般像如果没有信仰的夫妻，他就是闪婚跟没有闪婚的，是不是说闪婚的反而更应该要比没有闪婚就一般进入这个婚姻的夫妻要更重视这种小细节可能会造成婚姻的冲突跟摩擦的，而且更应该有智慧去处理啊，不然他们很容易就离婚了。是啊是啊，我刚一直在听你们讲的时候，我在想说，其实我们认识很久，我跟我先生，我们这中间什么个性差异啊，什么那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其实真的，你交往多久跟你闪婚，其实大部分大同小异，婚姻中的问题大同小异。可是不同的在说，婚前我们因为有时间拉长哈，彼此的在那个比较多的恩典，也就是说我知道你的问题，可是在问题当中我愿意接纳你这个人。然后我进入婚姻里面以后，我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我已经打了预防针了，我已经知道说你就是我婚前所认识的那个。跟闪婚的话，是我前面都是美好的形象，到进入婚姻以后天差地北，好180度的不一样。像尤其是小曼，她是在乎的是欣赏的先生是那个安静的，可是婚后她又挑剔的是安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我要再说，林真姐特别讲说恩典啊，给比较长的时间的恩典，其实很重要，就是这个东西要带进你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因为它一定不会完全符合你的期望。上帝让婚姻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不是要让给你一个完全符合你期望的人，那个他是布偶才会完全符合你期望，他是要给你一个活生生的人，让你学习恩典，让你学习如何包容这个人。如何能够用包容用爱来跟他相处，所以这个很重要。那重点就是，其实我觉得让你们的关系，如果即便没有信仰，如果你要让你的婚姻关系更好，重点是在我们的两个里面，我改变自己，让我们的关系更好，而不是改变对方。其实改变对方到时候带来通常都是 vicious circle， 就是那种坏的循环。通常都是一直是你指责我，我指责你，到最后当然是不欢而散了。对，那重点是啊，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在这个关系当中，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对错嘛，就是你怎么样用一个更好的，而不是说对方好像做任何事情都在对付你。是，其实并不是嘛，其实对方不是那种充满恶意的人。对啊，所以其实你看，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去改变自己啦。是，所以再次快问快答，两对夫妻如果还有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你们还会选择闪婚吗？请考虑。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告诉我们。好，这样说哈，闪婚其实应该要比一般速度进入婚姻的这个模式应该要更需要智慧的，特别是在处理冲突跟纷争的时候。你们都是闪婚，你们后来是如何在遇到冲突跟纷争的时候用这样的智慧去处理你们之间的，你们后来又再结婚了。对，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再一次进入到婚姻之前，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牧师有帮我们再重新做了一次那个婚前辅导，就去真实的去了解到彼此那个差异点在哪边。对，那就是就以前我会觉得说他要我改变什么，那我可能三分钟热度一个礼拜之后就打回原形，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对，可是后来我们慢慢学到如何去沟通之后，那反而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对，就是在沟通上面，就是真实就去了解那些技巧，而不是总是在用可能用质询的，可能用那种比较尖锐的文字然后去做一些讨论。那所以晚上他可以问你问题了吗？其实我们有在经过沟通，那我觉得还是你换到白天问。也许不是他改变，是他改变啊，他就不是晚上问。小曼的改变哦，真的，因为我真的生活作息其实是很固定的。对，因为陪小孩子睡觉大概9点10点我就上床了。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要谈事情，我会跟他讲我为什么不希望在那个时间谈事情，因为我累了，然后我想要休息了，所以可能没有那样子的很好的品质跟效果，那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因为以前你这一块可能也都不去跟他说的。对，所以他讲了这个，我就觉得我被在乎。那再来的话，我觉得他最大改变就是我们经过
这样的一个学习啊，就是我觉得他最大的改变就是他会聆听，嗯，他就会再次附送说，哎，你刚刚讲的是这个意思吗？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再次跟我确认，嗯，然后确认完了以后，那我的建议是 A 跟 B。A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B 会什么样的结果？那你会想要，你期待什么样的结果？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哦。那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很多哎、欸。对，我觉得我被在乎。以前我们就因为有些事情吵架，就是开车走高速公路，他都会问我，你要上厕所吗？然后他问我，然后我说我们要上厕所啊，所以我就因为我对时间我比较洁癖，所以我一定会提早10分钟、15分钟去参加一个约会什么，是，所以我就会。赶时间，我赶快去。对，然后下车的时候，他的脸就很臭。因为他问你的意思是叫你他想上厕所，对，他所以他就会问你想上厕所吗？所以我后来你为什么不直接说你想上厕所呢？就是有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期待他关心我一下。那后来我们经过学习之后，我就发现说他有这个洁癖。像他人家结婚，新郎新娘还没有到，他就先到。他想结婚啊。对，就我们会变成说很多事情就是，会在沟通上面会真实再去确认对方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好，这个我先打断一下。所以林真姐，像很多夫妻其实都会这样。其实小曼刚刚已经点到，就是说她当初为什么一下看到小 B 就这么的爱，因为她觉得跟她父亲很不一样。那她的父亲就是那种可能比较强势，然后就是争吵型的，可是小 B 就是很安静木讷的，所以她从她的这个。对配偶当中，他是寻找是爱，其实就是一个爱的代替。对，他需要爱嘛？可是，在婚姻当中，你看他不断的在寻找爱，不断的希望对方满足他的爱。其实那个爱是他从原生家庭里面就一直期待、渴望的。好，那你一直追着小 B 说，你告诉我，你半夜睡觉的时候都要告诉我，因为我需要爱。可是我们那时候无知、无能、无力，我们讲不出这个。道理来，可是我希望你回应我，是因为我需要爱。好，可是我们也知道，沟通里面最怕的就是太累太饿的时候去跟人家沟通。好，任何一个会沟通的专家都没有办法抵挡这两个太饿太累。可是因为小曼在就闪婚嘛，闪婚当中没有学习，好，就是讨爱。那小 B。也不知道怎么给爱，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在婚姻当中一直的要爱，可是小 B 是不知道怎么给爱，那这个在闪婚里面是常见的，就变成是永远都没有交集点了，是平行线。可是我听起来，我觉得小 B 要给爱给小曼也不难啊，原来只要附送他的话，跟也没有做决定哦，就告诉他 A 是怎样 ，B 是怎样，他就觉得被爱了、欸。可是他是后来在学习的、啊，对，他们是所以。你看，都要经过婚姻的这个大冲突，又离开，然后再复合之前，再参加一次婚前辅导，然后终于知道了，这后面的时间就好过了。是，因为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需要最大的爱跟技巧。所以其实小 B 他到最后是倾听，倾听让对方觉得受尊重，而且他的倾听，你刚说那个附送，那个附送不能随便附送，那附送在重点上面，你刚刚的意思是这样吗？或者是他讲到一个让你觉得应该要笑的时候，然后你还这样，因为我有洁癖，我要赶快赶到那里啊，他就觉得说我讲的东西你都没有回应，你都没有感觉，你要把那个感觉还要能够适时的表达出来，要让觉得说你当我跟你要讲话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总是愿意放在我身上，这个这样子会让小曼觉得啊。这个男人给我爱，他的爱是因为他尊重我，他注意力在我身上，他觉得被满足。所以现在小 B， 当如果同样的问题你在开车的时候，他说你要上厕所吗？你会说，我不需要，但是你想，你的意思是说你想上厕所吗？等一下，我不会这样子讲。哦，我现在要去上厕所。你现在就直接明讲了。所以也是小曼改变了，对，要直接说你要上。我也觉得直接讲，因为憋久了也不好。但是因为过去我们都不沟通，那慢慢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在沟通上面花了10年的时间，最后是在教会学到的。那我会觉得我们花太多时间在争吵，跟没有办法沟通，跟还有感觉。那我觉得我们花太少时间，就是认真的看着他，他到底有哪些优点呢、这么体贴，这么温柔，这么好，这么 man 这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闪婚要学的功课是，我觉得就是教会都会供应。我们现在好令人羡慕、是啊。那另外一对空转十年，真的是浪费了多少美好时光。是是是不过没关系，他们接下来还有50年。加油加油！那个牧学，你们这一对呢？你们又是如何去处理你们现在遇到的这个？
争端？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是在空转，大概结婚3年到5年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的问题，然后两个人就是相看，就是相看两讨厌，相看两讨厌，就是会放大缺点这样子。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就是一定要这样，因为就是刚刚我讲的嘛，就是为什么一定我连犯错的机会都没有，对，然后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到最后我也受不了，对。那可是我觉得圣经的话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每次吵架的时候，其实在吵架的过程中其实是不会解决问题的，然后我也说服不了他，对，所以我就只能就是抓着神的话，因为我们叫一个扁额嘛，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所以我就会记得爱是恒久忍耐，对，然后我也附送，对，然后我会就是跟上帝说，当时我们的婚礼是你见证的，所以你要为我们的婚礼负责，因为其实在当下真的其实两个人都很生气，然后我也说服不了他，对，然后但是就真的只能把他就是忍住，是，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当我就是我把他就是忍住了，我不要就是不要太过情绪化的这些言语啊，去刺激对方，然后等到我们平静下来之后，通常上帝都会跟他说话，所以信仰给你很大的力量，你有没有特别翻到那一页说饶恕他70个7次？他就是偏偏不看那一段。李安妮呢？你觉得你的学习？觉得最大的学习也是去学习去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用意，而不是看当下他为什么这样做。对，然后我觉得也真的是去学习包容，说我要有更宽广的心，不要像我爸爸这样子，就是说这件事情做不对就马上就是你不对。因为有时候我会对他就会像爸爸对我一样，就会像好像是他是儿子我是妈妈，对，就是妈妈对孩子的那种态度去对待他，有时候也没有太多的尊重。所以这就是你后来有在改变的。好，但没办法，因为你知道这个时间轴它就一直往前，他也没有办法再让我们回到以前。对。可是如果还有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刚才特别问了两对，如果还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们还会选择闪婚吗？请用圈叉牌来表达你们的看法。好，会或不会呢？3秒钟，请考虑。请举牌。两对的答案不一样哎。太好了，因为一对是觉得还是会，一对是不会，但是一定有他们的原因。是，不会原因是什么？来，小 B 先讲。因为我现在在教会也在帮人家做婚姻辅导，因为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过去，然后我也去上了一些这样子的课程，真的在很多的价值观没有办法去厘清，然后没有办法学习到沟通之前，真的会没有办法去解决很多小事情，所以我就说，如果说我们再一次会不会闪婚的话，我的答案是一定是不会，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认识他，对，而不是我浪费了，像小曼说的，我们浪费了10年的时间，这10年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事情 ，OK， 而不是只是消耗彼此的那个能量，对。老伯哥，你很有默契，小曼你也是举叉，对，那我自己在教会，他是在辅导一些那个要结婚的对象，那我辅导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结了婚，然后有很多很多问题的家庭，那个是产生的是累代的，那个是累代的产生，所以我觉得我们我一方面我觉得是要祝福和下一代，那二方面我觉得就是在一起越久就是见证，就是活着就是见证，意思是说您的孩子如果有一天回家跟你说妈我要闪婚，你会说等等等等等等先来去你爸爸那边报道，先来跟爸爸谈一下等等这样子。OK， 以安你们这一对呢，你们两个也是很有默契啊，一次举圈的。我觉得不管是不是闪婚，婚姻都要经营。那我觉得这是很需要去，就是去有智慧去处理这件事情，在婚姻上的问题。所以就刚刚有讲到说，如果在这婚姻当中是不是有想过要离婚这件事情？但其实我觉得不管有没有闪婚，这件事情都可能会发生。是，就是一定要在信仰里面去坚持彼此的婚姻，对，我觉得，所以对我来讲，我还是会闪婚。穆璇啊，如果我没有闪婚的话，就是当时不是这么快就决定要结婚，我们可能我们两个根本就不会结婚。就是一时的冲动，对，有。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就知道说，上帝把他
配给我是上帝的有计划的，因为真的就是我们就是这么的不一样，可是我却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这些事情，他可以从我身上学习到这些事情，然后我是很感谢就是上帝把我们配在一起，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谈恋爱啊，我想根本不会结婚。如果你们真的好好谈恋爱是不会结婚，我觉得啦。所以其实有时候结婚其实是要冲动的，是，那但是我们看到有闪婚，但是有非常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因为他们最后是离异收场的，但是也有很好，像比如说以安他们是，还有像包括小曼他们也是，然后后来又在一起，学习婚姻的真谛。可是我总觉得应该是要让闪婚的朋友们要知道，如果你要真的要闪婚，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共识。你们对于这个婚姻的共识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觉得基督徒有个好处，两位都讲了，上帝在他们的婚姻当中，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婚姻当中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作用啊，这就是共识。我觉得基督最大的遗产，我们有来自于我们信仰这样子对于真理、对于婚姻的看法。如果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真的是句句带着能力，你们的这个婚姻绝对会越来越甜蜜。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哈。那我也要说哈，两位特别是小曼跟小 B 哈。这对夫妻我也要说，就是说其实你们过去的那些经历也在神的手中，所以因此今天你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而且你们帮助了好多的人，所以也我们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些其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你们其实在那个当中你们也得着益处，你们有学习到好多很美的珍贵的经验经历，然后刚好可以来帮助年轻人，我觉得这是很大的祝福。好，林真姐，我觉得刚刚很有意思，因为我相信制作部不是事先安排好一对是叉，一对是圈，真实的反应，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比照组，就是说像那个牧学哈跟怡安他们的婚姻比较顺，就他们两对都是闪婚，对，可是他们的婚姻比较顺的结果，他们会下一次再选择还是一样哈。那我觉得真的每一对的婚姻都是量身定做不一样的哈，我们不能用一套的方式说。就是可以闪婚不能闪婚，可是同样你们两个都有的两对夫妻都有的过程，就是你们都有成长，好，你们都有成长，都在这个婚姻当中，只是呢小 B 跟小曼成长的痛苦非常的辛苦，这一路上来哈，可能我相信连孩子都会不知不觉有受到影响，我们还要回去弥补很多的功课，是哈，那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婚姻都是要学习成长，因为只有两个大人才能会建立好的关系，两个大人的婚姻才会健康才会美好，生下的小孩才会有盼望哈，那如果两个小孩开大车很危险的，所以就是闪婚的话，就是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就去开车了，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婚姻永远是一个动态进行式啊。但是就像刚才小曼讲说，哎，你们现在就是学习要去看看对方，然后那个我们接下来就让你们看看对方，跟把你对于接下来你们要去经营你们的婚姻的期待，对自己的对自己，比如说我可以怎么样做让我的婚姻更好？三十秒来，牧学你们这一对先。太太先讲好了，看着对方的眼睛，两只手就牵着呗，告诉他我可以怎么做让我们的婚姻更好。我想我会更多的去尊重你的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想法还有决定。所以可以事不过六吗？可以多三次机会，可以很多。先生来，牧学。我会要常常提醒自己，就是我要把你的需要放在最优先，对，因为过去的我可能是先看到我自己的需要，然后就忽略到你的需要，所以就会造成你的不开心。可是我现在就是结婚这么多年，就是慢慢的我已经学会就是先把你的需要放在前面，然后我希望我可以越做越好。好棒哦！来，小曼换你们这一对夫妻了。也是一样，太太请先讲。就是我们会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未来的日子里头我会用耶稣的爱去爱你，然后去尊荣你。小 B 已经哽咽了。小 B 要哭了。因为一直以来我不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没
没事。我总是会用比较严格的标准来去看待这个家，看待很多的事情。对，那往往就因为这样子让你有一些受伤的感觉。我相信，未来我们会过得更好。哇，抱一个，抱一个，棒，好不好？接下来就请两队彼此爱的抱抱一下，好吧？对啊，我觉得其实今天两位老师的提醒非常的棒。其实不管是闪婚或是说走一般的这种婚姻的模式，其实就是了解婚姻的那个真谛。而且我觉得真的要说，当初你们闪婚好勇敢。